要送你呢？现在大龄剩女啊，这种代表了自己的婚姻观、爱情观，然后三观这种，然后一边演观众会，他会一直给你留言说怎么怎么样，怎么怎么样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就很有互动感，有社会共鸣的。对对对对。峰哥，你呢？你作为一个曾经的脸员，嗯、啊不，脸员现在才脸员、啊，现在的脸员，以前确实是个演员啊，对对对，演员。我现在想做一个喜剧演员啊，你的人生就是一出喜剧啊，挑战一下自己，不用再演了，对不对？演点别的，对啊。其实一博啊，现在演的戏那真的是啊，追捧的人特别多。一博，你说说，说说，是一个电竞题材的戏，叫《陪你到世界之巅》。一博，你最想演个什么样的人物？就是跟自己人物性格比较反差大的，话特别多，演个大张伟。演我不就完了？一博现在就在体验生活。